老板，下周就是我们公司开业一周年的酒会了，我们酒会上喝些什么酒呢？你去买四瓶红酒吧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这是您要的四瓶红酒。你怎么只买了一瓶，而且还这么小，怎么够喝呢？我要的是四瓶，四瓶。老板，负责酒会现场布置的设计师来了。好的，请他进来吧。秦老板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请问酒会现场的布置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你就多整一点吧。好啊。老板，你看我布置的怎样？嗯，不错不错。多少钱？不多不多，才10万元啊。秦老板，秦老板，你怎么了？您不是叫我多整一点吗？我们老板一定是想叫你多省一点了。哎，给这样的老板当秘书，你真辛苦啊。